这个球二雷手啊，失误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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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垒上现在回来两个，嗯，这个严重失误了，这个接到 double play， 对，最起码抓一个绝对没问题了，掉一分抓一个是 OK 的，而且打得强劲，真的强劲，从二雷手的胯下呢穿了过去。就像总教练那个表情，做羊叉压裂嘴。哇，真没有想到这时候会出现这个失误。哇，这个球强劲了，突然不跳，对，这个弹跳突然不跳。这一方面又是完全切横向来接了，所以错失了这个他在落球的这个点的前面，这个没办法了。